店小号里面发过照片的这个，哦 TF 的这两只画技能真贼好看，好诱人啊。在你们的印象里可能基本上就适合拍拍照啊，不太适合出门那些，对吧？但是哦，如果你画对了，颜色选好了，它不但能出门，而且还会有封尘的一个效果，就像我今天这样。如果你人中比较长的话，还确实蛮适合这种肌稳唇的画法的。今天的肌稳唇看上去不是很夸张，没有整张嘴都晕出去，只是上唇加下唇晕出去而已。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话呢，接下来就开视频吧。早晨起床拥抱太阳，先来上 TF 的妆前乳，这款景甜的化妆师有推荐的，用完之后呢，皮肤会呈现一个自然通透的一个妆感，因为它里面是带点细闪颗粒的。我今天早上起来眉头爆了一颗小闭孔，他们说眉中心长痘呢是因为心思重。我还说我昨天一晚上都在想那个莱卡，怎么想一个莱卡心思就重了呀，哎呀那是得多想拥有。如果啊你们眉头中心也长这种痘痘或者闭口的话，你们可以把中间的毛给刮掉，让它那个生长环境稍微干净一点，跑得会快一点，我每次都是这样。接着今天底妆呢用 TF 的白气垫，很美，有没有？美炸了。再给你们看一眼里面的样子吧。 TF 的黑气垫呢就是遮瑕，好，之前我拍过视频了。白气垫呢它就是注重于滋润度和光感的，山根的遮瑕呢遮到眼角的下面这边，我需要这根山根的阴影很强，这样遮它光泽度没有盖掉，痘印它只能盖掉一半。接着呢再用黑气垫进行一个局部的遮瑕，我正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块气垫的一个妆感。黑气垫的粉扑它也是黑色的，黑气垫好像孔更小一点哈，在这种下巴痘印需要遮瑕的位置，你看黑气垫遮瑕就很高，一下上去痘印就没了，还在面部中央需要提亮的一个位置，然后眼下黑气垫完全都能当遮瑕膏用。额头中心部分你们看啊，我这边想要打修容的地方不是没有打粉底液吗，你就会觉得我的山根好像天生就挺凹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本来我们这一块阴影的地方就是有点偏黑的，你打了粉底其他地方打白了之后这块就更明显，这样一个底妆就完成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遮瑕很好，很奶油肌。接着呢拿 TF 的这个修容膏盘，这个肯定不陌生了，直接在底妆的时候用它就能把整个修容融在底妆里面。我那迷人的下巴，感觉每次下巴修容完就像个锅盖一样，颧骨比较宽，所以要适当的扫掉一点。再蘸一点它高光，扫在这种需要喷的地方，然后脸之后轻轻的定个小妆，然后用平时用过的那种修容刷子先带一下那个卧蚕的地方，包括眼影的地方稍微带一下就好，然后把眉毛里的散粉扫掉，扫完你们要这样擦起来，不然扫来扫去还是在眉毛里。今天我想画个 Angelababy 一样的眉毛，她的眉毛就是粗长直，而且 Angelababy 的眉毛它的眉峰是在眼尾的地方，再拿眉毛定型液把前端就像斜方长的全部梳上去，很长，有点直直的，但是又没有那么直，韩式平眉是这里的比比直，但那样就不是很好看，后半段扫虚，再用粉状的修容去打一下鼻影加深，鼻头短一点。好了，开始画眼影了。眼妆用的是 TF 的这一盘04号的，我给你们手臂试一下啊，相当高级，但是它没有大珠光啊，全部都是这种细闪颗粒的，粉质当然是一如既往的 TF 粉质，贼好看，哇塞，好亮好亮好亮。先拿这个提亮色大面积的去铺整个眼窝，眉骨下方这些全部带到，包括眼头，就是我们前面修容不是扫这一片吗，现在就整个修容底下这一块全部提亮，光泽度贼高级，整个下眼影卧蚕部分什么都要带到，眼下再遮一点把卧蚕整个遮出来，接着取这个偏金橘的那种颜色着重画双眼皮前半段的位置，然后眼尾稍微带到一点，这次我想要眼睛圆圆的，所以眼尾不要晕太深邃，然后下眼尾也顺带带到一下，我要让它兜过来，这个夹角缝里面一定要扫到，等一下我还会用深的再带一下斜角的括号，你看这里一个括号，然后在这里括回来，眼睛圆圆的还挺好看哈，眼尾这边稍稍带到一下，就像这样，这珠光感太高级了，然后可以再拿手指抹第一个颜色，把眼中这个地方再加深提亮一点，上半部分一起加深，眼头再加点亮，然后就是那种又自然又能改变一点小眼型的夹睫毛，先这样完全往里怼，怼到之后向下拉，这种夹法呢会让睫毛根部看去很浓密，然后眼尾可以用局部的睫毛夹就向下扯，然后这样夹，你看超翘，天真的眼线，下睫毛带一丢丢，接着拿小刷子蘸这个最深的这个可以当眼线色的，来搅一下眼型，这边相连接的地方竖着往下画一点，然后在睫毛根部兜回去一点，来你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下子就兜下去了，然后这边眼尾呢可以再稍稍拉长一点点，上眼尾地方晕出去一点点，
我层的地方稍微加重一点点。接着再拿单色眼影包装的，它是这个银色盒子的，长这样子。它打开呢，要把这里先打开，然后再打开这里，有一面镜子，看到吗？这颗超美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颗眼影啊，哇，璀璨，超美好啊，爱死了！欧雨润比的美丽，本来这个颜色呢是不想加的，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它太美了，所以就把它加在卧蚕的地方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亮闪亮闪的。现在来上腮红，我跟你讲 ，TF 的所有东西我都有，我拥有他们家全套的东西。哈哈，来上腮红，我选的是01色，好的，这盘就比较淡，是我好几年前买的了。这盘以前我很喜欢用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清汤挂水的就很好看，提一点点的气色，跟我们亚洲人黄皮就融合的比较好，很适合这种高级的妆面。这种腮红完全不抢镜，就像修容一样的打过来，但修容不是我们一般是往嘴角这方向嘛，腮红就是横着这样扫过来就好，就前面少一点，从后往前晕掉一点就好，看到吗？然后下巴呢可以带一点，这样跟刚刚的修容可以融合一下，就不爱看去修容那么假。好，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，也就是肌吻唇。没错，我跟你们讲，肌吻唇画的自然，色号真的非常重要。今天我想教你们一个能够让唇部看上去丰满，但是又不会太违和感的一个肌吻唇。首先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用的是 TF 的迷你唇膏，来两个唇膏的小套装，小这样子好不好看？打开就像一个宝藏礼盒。肌吻唇用的晕出去的颜色，最好是裸唇一点的颜色，就是跟自己的嘴唇差不多的那种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夸张，也不要太红啊。我选的是19号 James 这个颜色，它是 cream 质地的。看到吗？就是那种裸粉裸粉的颜色，晕开非常的自然。你选太红了，晕出去会有点像芦花的，就是太肌吻了，晓得吧？就这种颜色恰当好处。那天我在小号里发了那个唇晕出来，我真的很满意。这个 James 4号已经火了挺久的，先怎么画呢？先把唇膏擦掉。接着呢，用19色号这个裸一点的颜色涂上下唇的一个边界，但是哦，你要涂出去一点的。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比原来的唇线稍微粗框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出的太多。你要么就是紧贴唇线外侧一点点，要么就是唇线在你涂的中间一点的位置，这看自己唇到底有多厚啊。接着呢，拿这种胖头刷子去把它晕开，因为这个颜色很裸啊，所以晕出去也不会很夸张。如果想要自然一点的肌吻唇，晕出去就晕上面和下面，就是这两边最好不要去晕，除非你是嘴巴很小的人，或者是你想要肌吻一点的效果。如果想要日常一点的话，我的嘴唇就适合上下晕，不太适合左右晕。唇线整个晕满的话，我就出去就有点像如花了。如果我这个框晕死的话，我这个唇啊就变老大一个，这个就晕下去一点，然后上面呢晕高一点点。好，就像这样，你看嘴巴已经大了一大圈了，是不是？上下画出去就有丰唇的一个效果，显得嘴巴嘟嘟的、翘翘的。拿一个深一点的颜色，我选的是这个白管的22色号的，它是 Ultra Rich 质地的，就是会比 Cream 质地更润，你看到吗？而且颜色呢会比它再红一点，但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豆下线。接着啊，就拿深一点这个色号，是根据自己的原来的唇线去画了。这个色号也是这个系列最热门的色号之一，你看我嘴上有那么多紫皮，上去还是很润。我这颜色真的嫩死了，画成这样之后呢，再拿刷子去把它跟刚刚的 James 色号融合在一起。我把嘴唇在这里也可以加的厚一点，上面圆圆的兜过来。现在在经常涂咬唇的地方，就是唇的内侧，拿那个22色号涂10，再拿刷子往上晕到自己唇线的位置，真的是又显白又显嫩，温温柔柔，跟19号颜色融合的非常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唇形很丰厚，太诱人了，就看着就很想亲。好，嗯，我要去做头发了，来给你们看一波变大的肌吻唇。两边嘴角全部抹到，就像这样子，就比较夸张一点，这种拍拍照挺好看的。看啊 ，TF 的就是保持的很好，特别是眼影那些，动都不动。你看这肌吻唇掉了也很好看，其实就掉没了，就只剩嘴巴一圈，还有那个唇膏的一点染色，基本上都被吃没了。我嘴巴都擦了好几次了。还有我的卸妆呢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